좋아. 敲下棋，我这样听。既然是试卷，就是重理论而轻实践。赢的可以优先选岗，输的服从理论。停！本轮比赛，王从云胜出。你作弊！你有病！又来了！六来。 你就没有什么冲动，跟黄秘书比。加油！算盘，你现在打的特别快，不过你的心算，这期间确实有点太神秘了。准备，开始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王从云正确，魏若来的计算结果。 也同样正确。你做了一周的结算，真是一个。结果的差距太大，确实是魏若来赢了。还是那句话，力争上游，别让我失望。快起来啦！王老板的西装赶紧送过去啊！我晒完就去。哎呀，不要走了，现在就去。好好好。 我总是眼睛有个体有钱人，可惜有钱人。哎呦，小薇啊，你要是挣的发达了，不忘了祝你父母的好啊！还这一点，要听那个好就趁早呀！回头等薇哥发达，你帮上不上来。发钱了，真不要忘了，不会忘了我们吧？啊，失落，啊，我说这个，等发钱。哎，魏哥，小陈，怎么说啊？别想了，不能迟到的。不是，只能，不是那个。啊，好，当你面临着失败的时候。 你是会觉得你自己很强，创业到刷来了，那种感受。我家里也没有那种，都是我自己，我喜欢，我跳，然后我去跟人比赛，但是人家把我刷下来了，不公平啊！这种东西都复杂，都在，就是失败，比赛失败的感受。你想绷不住，放出来。对，绷不住。 像你这孩子不是那种啊，媳妇你不是那样的人，对吧？你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人，这个人这个可不是这样的人。对，你自己关在小黑屋里的什么感觉？你回来在更衣室那个感觉，在化妆间里就没人的时候，我只要你暴露出自己的这个软弱的一面，好吧。 就是那我自己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啊。
是神，这个车是我先叫的。停停停！慢点啊！钱我有，但车我真的很需要，麻烦你再叫一辆。上车。我为什么要上车？上。停！停车！不上我车，我真的很需要车。上来，上，上，快上来！你上来，上来，来，起，走。然后他一抬起来，可能就不是这样的。小阿弟，我得演，那怎么办？看世界好吗？小阿弟，我们去大世界看戏好吗？你请我吃饭，你请我看戏，我请你吃饭好吗？谁呀？你放手！谁你放手？放开你的脏手！你别碰我！下来！放开你的脏手！什么？不下来！放开你的脏手！你粗鲁！嗯。给我搜！你小心点。这世界是我们的。来个方块，扭个秧歌。挺好的，你带着自己带了一个人，你笑起来，装过来笑，好，你看这个长得，我觉得我就要这个，整个人给我送，小说说的感觉也对，人中啊是，是吧？这个就在做旧，好像在做旧，在做旧，有厚有这个裤子也是，反正就是有点毛边。呼噜呼噜，呼噜呼噜，呼噜完以后再给它那个翘出几根，你看，反而是个鸡窝头那感觉，就是妆面上呢，反正他是不化妆了，就是不化，然后准备出门啊，在镜子前面整理整理自己，哎，可以拿小梳子刷一刷，看照照镜子，刷刷头，哎，对。他应该有签字吧？有盖章有签字。沈图南，那没事，这签字换一下。哎，换一下，你像那是的。要这么对，对，要这么对，对对对。你喝的完全。叫沈大。沈大，沈大，沈大，对，一个糖，然后哎，对。含糊糊的。你这么紧张啊！哎呀，我真替你开心啊，威哥！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助您？可以帮我解析头发结构吗？收到，即将为你展示发丝微观结构。扫描发丝，进入微观结构。第一层，毛表皮片状形态结构。这是什么？它是头发的最外层，易受损，造成头发干枯毛躁。干枯毛躁如何修复？欧莱雅 Pro 顺顺精油，核心修复毛表皮片状结构，秀发清顺亮。核心修复，发质跃升。欧莱雅 Pro， 我要的 Pro。
té, té, le té, cha, cha, tea, cha li. 基本上一遍 OK 了，对不对？就一遍 OK 了。OK， 那我让那个谁下来，他对对对。好。大概让你是你一会儿听，你反正你就跟着随便唱，好，顺便开开嗓子，我们这边调一下比例，好吧？啊，好。然后你的声音跟乐队的比例哪儿不舒服，你随时告诉我。好，就是假装往这边靠，对对对对。不要这样吧。王老师，你的纸拿点高点挡脸。流水远，又问青霞，春情未绝，消逝时多无常。尽量谁跟我这超级大帅哥两个给我拍一张照片？我穿鞋没穿鞋。对啊，穿鞋的话会显得啊。没事，站在话筒面前，话筒，那会挡住脸吗？啊，挡在这话筒边上，对，我不见啊。这样吧，好。那先是他们先说这个东西。那没事啊，我这边那怎么感觉不一样。嗯，有的人适合用吧，有的人不适合。八七应该是比较通，相对来说比较通吃的啊。对，你看吧，没把握。你这边有两台画画吗？如果有两台画画，我建议再接一台，接一个 U 八七再接。问题我没有两台一样的呀，这都是画画啊，这些都是要一样的呀，是吗？苦守似悲欢几少年郎，明月依旧何来愁望，不如坦坦荡荡离别风和浪，天涯一曲共悠扬。